搁这住的这家伙，他高兴了。我一走，嗷嗷的，不是这么叫唤。看能要能吃，浪费了。吃进去，吃了，他就不给那孩子舔屁股，吃了，就是打喷嚏，哐哐。再过一两天，也许能舔了。有的猫没有经验，打喷嚏、淌泪儿。这可能昨天电褥子又打的，又吹暖风，就是热着了。反正不得劲儿，老吹也不行。我今儿昨天吹一宿暖风。他自己本身壮，火力壮。吃饭倒是不少吃，那家伙今儿两盒罐头，那两块鸡肉，完了光光喝水，没拉粑粑，孩子那个肚子里边我摸着有点硬，有点硬的话应该是便秘了，没拉粑粑。你昨天吃那老多胎盘，那老多鸡肉，他也不给小猫收拾。我挨个给收拾，你说那不臭。他自己是会排，都拉出来了。他不舔，有的就自己排不出来。是啊，我看这些都还都行，都出来了。来、还剩一口，都吃了。爸，来，今儿把俺家狗给打了。俺家狗不搁这屋待着吗？一直，完了呢就也不来谁人了。完了这狗就汪一声，啪呀，成哪蹦地下去了，给狗我打的满地咕噜嗷嗷叫唤。对，为母则刚。刚才给我打完了，我也不敢上前，我怕那个他把我挠着，那下死手打。不合的猫进来也不行。那谁，那小矮脚进来了，完了他把小矮脚也摁地一顿打，可厉害了。我说也不敢让别人进来了，拉倒吧。才刚还出去晒会儿太阳，那行，出去晒会儿太阳，完了咋叫他都没管，晒够了自己进来了。昨天嘛，那吃了鸡胸肉，我得一条一条喂嘴里面，要不然都不吃。妈呀！我说的这咋长这么快呢？一瞅又大一圈。对，长得快。他们生下来的大，可能整好七八天，有的心里就睁眼睛了呢。你往里看看不？看也看不清吧。还行，能看清。他还行，我怎拿他崽儿，他都不反对。嗯。啊、好看不少是吧？对呀。我瞅个丁个儿都挺好看了，现在是颜色首先还挺好，三个灰的，完了一个对一个三个花的，那三个全是他爸那色儿，多好，都平平安安。我给他们擦粑粑，嗷嗷叫唤。那个就是老四，瞅着有点像那个英短，炯炯就有英短血统，要不他不能那么脑袋那么大那么胖。说完了，然后吧，你说还在条纹的。有点像英短美短结合。老四按理说应该是辣渣，但是他一点辣渣的样都没有，你挺胖，可好了。嗯，胖乎的。昨天晚上搁这块儿啊，我一走嗷嗷叫，撕心裂肺的。我说这得了，上厕所都不让我上，就得收拾他。啊，不给收拾，那小猫我都我收拾的。我给他把屁股冲给他啊，他都不舔，不知道是鼻子不通气儿啊，还怎的。闻不出来。啊，他。那甩鼻涕，我没敢给吃多西环素，我就特意问大夫，大夫说你吃舒诺吧。对，有的要安全性差一点。是不？还有一个搁他们底下呢，搁他们那身子下面压着呢，是不？这不这儿的吗？搁翻肚皮儿了，老三好像也是个小母猫，老三跟老四应该是小母猫，那老大是那个小公猫，你看还踹呢。一瞅的，给他拿出来看看，我看拿出来瞅瞅啊，我看看啊、哦，我看吃奶没？吃奶呢？吃下面那个呢？吃奶？吃吧。被压住了，这大伙儿能看清，这行，太好玩了！我今天一天我都没走。老大老三的花纹有点像啊。嗯，老大老三像。老四有点像蓝白那个花纹似的。对，是不是带蓝白？英雄的母亲，这母亲，你说这母亲生这四个崽。说这四个崽，这昨天生来跟到现在，你瞅着就长得可快了，这一天了吧，老快了。这奶够一天长20-30克。妈，长那么多呢？最少10克，这是。你今儿他没吃猫粮，我把猫粮给准备了，水也准备出来了，我喝点水，没吃猫粮，就吃罐头，鸡胸肉还吃罐头，喝点益生菌回来，给他再喂点益生菌，可能是便秘，肚子里面硬应该是便秘。哎，多好看。看看这小脸儿，娃儿真是体型好看，一下就让你相中了。这个像野猪似的。那个是老大，老大像小野猪哈，是有点像。抱抱，你看你孩子都醒了。
没事拱一拱，给他们翻个个儿，啊，别可一面睡啊，抱抱，抱抱，你能分清哪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不？抱抱是英雄的母亲呢、啊。哟，对，你看这多好的，他特喜欢老三。是吗？那个抱着呢？他可喜欢老三。嗯。你看他抱着老三，他是老喜欢那老三了、嗯，他可喜欢他了。啊、哦，挨个抱着炫耀一下，你是这个院里第一个当妈妈的啊，也是最后一个吧？嗯。这小脸儿多好看啊！啊，他可能是吃奶咬疼了。我们发现他好几回了，他就抱那个老三，可心。老三可能会溜须。